上周有代表性同源走势回顾，第一枚即有混配光驱单冠龙，裸臂未顶级，成交价22000元。第二枚浙江当二十 PCGS 评级 XF92， 成交价11500元。第三枚河南双旗100，裸臂未评级，成交价748元。第四枚安徽中花系列龙 PCGS 评级 MS64RB， 成交价14500元。第五枚北洋石纹粗横翼，裸臂未评级，成交价462元。第六枚霍普丁贵眼镜龙 PCGS 评级 MS62RB， 成交价1540元。第七枚奖项杯天坛杖 PCGS 评级 MS63RB， 成交价44550元。第八枚湖北朱圈水龙 PCGS 评级 RU53， 成交价13750元。第九枚甘肃100纹 NGC 评级 XF45， 成交价880元。第十枚广东丁卫系鱼龙 PCGS 评级 MS62BN， 成交价2310元。第十一枚鄂武文丹冠龙 PCGS 评级 MS62RB， 成交价4840元。第十二枚户部上乙巳平身龙裸臂未评级，成交价462元。第十三枚北洋二十纹小鹰纹裸臂未评级，成交价2310元。第十四枚天津共和石纹 PCGS 评级 RU58， 成交价3410元。第十五枚河南党徽五十纹 PCGS 评级 MS62BN， 成交价14850元。第十六枚河南云龙无火焰 PCGS 评级 XF45， 成交价594元。第十七枚湖北小北龙凶无云裸臂未评级，成交价420元。第十八枚奉天当元 PCGS 评级 VF98， 成交价14645元。第十九枚黄铜唐继尧进七星 PCGS 评级 VF35，成交价4510元。第二十枚苏维埃一分 PCGS 评级 RU53， 成交价9900元。第二十一枚苏维埃五分离岛 PCGS 评级 XF45， 成交价5390元。第二十二枚杜之布二十纹历数年 PCGS 评级 RU50， 成交价7700元。第二十三枚二十纹鸡爪龙带领 GBCA 评级 RU50， 成交价640元。第二十四枚奉天甲辰二十纹 PCGS 评级 RU58， 成交价8580元。第二十五枚四川山字龙形满纹 PCGS 评级 RU58， 成交价13750元。第二十六枚宣三十纹PCGS 评级 MS62BN， 成交价2970元。第二十七枚新疆双旗当红前十纹 PCGS 评级 XF40， 成交价1375元。第二十八枚民国十三年中华双眉 PCGS 评级 XF40， 成交价660元。